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李亚强老师、白梦辰老师，欢迎二位。今天啊，我们得跟您说一说印度的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难产了23年，印度的这条航空母舰总算是磨磨蹭蹭造出来了。今年9月啊，印度人民举国欢腾，因为他们的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终于正式服役。我们先来看看新闻短片。2022年9月2日，印度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在喀拉拉邦水域正式开始服役。印度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维克兰特号是印度建造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军舰。印度海军表示，维克兰特号航母满载时总排水量约为4.3万吨。早前，维克兰特号于2022年7月28日交付海军。印度方面称，该航母整体本土化率达76%。随着维克兰特号的交付，印度成为有能力自行设计和建造航母的少数国家之一。维克兰特号由印度海军设计局承担设计工作，科钦造船厂负责建造。该舰长约260米，可搭载30架飞机，包括米格29K 战斗机、卡31空中预警直升机、MH60R 多用途直升机，以及印度制造的轻型直升机和轻型战斗机。值得注意的是，在维克兰特号的服役仪式上，印度海军还揭晓了新军旗。印度总理莫迪在服役仪式上发表讲话称，这是印度纪念从英国独立出来75年的一部分，是印度政府推动实现国防领域自力更生的一个例子。好，看完短片之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印度在他们的国产航母的服役仪式上呢，揭晓了印度海军的新军旗。啊，我们知道，翻开历史呢，不难发现印度是英联邦国家，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么现在印度海军呢，急于去更换海军的军旗，这当中有什么讲究？李老师，他们毕竟这个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留下来的这个海军，它保留了非常强的英国海军的传统和色彩，包括军旗。那么过去它这种色彩非常强烈，现在随着印度的所谓自己的崛起，他们逐渐的想更多的显出他自己的独立色彩，也就是说可以淡化过去的殖民色彩，这种意思应该是很强烈的。但是真正我对印度的了解呢，印度这个国家从军队的编制体制一直到它的整个的海军的风俗习惯都是源自于英国军队的。真正对于印度来讲，不是去掉一两面旗，是要做彻底的改变，才能真正告别所谓的殖民主义，否则的话光改一两面旗解决不了问题啊。明白了，看来这背后呢含义颇深啊。而且从印度媒体的这个报道当中呢，我们不难发现，这次啊，印度对他们的国产新航母入役是非常自豪的。白老师，您观察这个印度媒体的报道啊，包括这个印度新航母的这个服役啊，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印度这次确实跟刚才李老师讲的民族自豪感有了一个空前的提高啊。当然它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因为新航母印度方面宣称大概有76%是由它的国产来建造，这里面呢大概有23000吨的船用钢材，有2500公里的船用的这个线缆，还有大概150公里的专用管线啊。这些对于印度国内的几十家企业，包括我们说像这个科钦船厂也好，包括它很多的民营企业，应该来讲是一个技术的突破。那么但是呢，同时印度这艘航母的核心的部分，我们讲无论是从这个雷达呀、指控系统啊、起降系统啊、动力啊，甚至我们说这个船的设计还有建造、直通、质量管理，无一例外都是抄在外国人手中。所以这艘所谓印度的国产航母真正的那么由印度自己能够控制住的部分是少之又少的。那么这种印度国产能力的实际上的缺失呢，可能会对印度未来海军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国产航母呢，可能得打一个引号啊。对，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呢，这艘代表了印度国产能力的航母实力究竟如何？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印度多年来一直大力发展远洋海军，而航空母舰是远洋海军必不可少的装备。印度曾从英国购买过两艘航母，但已经分别于1997年和2017年退役。印度现役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则购买自俄罗斯。如今，维克兰特号航母也开始服役，意味着印度拥有了双航母。维克兰特号航母的诞生，是因为印度一直有着自产航母的梦想。外购航母不是过于老旧，就是处处受制于人，所以印度早在1999年就开始筹划国产航母。不过，最令维克兰特号航母出名的还是它创造的世界纪录。相关研制计划始于1999年，2005年宣布动工，2009年铺设龙骨，随后接连三次下水，是世界上唯一一艘三次下水的航母。造船厂的工期一再延误，维克兰特号成了世界上建造周期最长的航母之一。由于自身工业基础薄弱，维克兰特号的很多舰上设备无法国产，最终国产航母变成了万国造。印度确定建造航空母舰时，印度本国无法生产航母使用的特种钢。建造维克兰特号所需的第一批钢材来自俄罗斯，之后经过努力，印度本土的钢铁公司生产出了合格的钢材。维克兰特号航母最大航速28节，驱使其前行的四台 LM2005 燃气轮机来自美国。俄罗斯还帮助印度设计和制造了航空系统，提供航母拦阻降落系统方案。法国、英国、美国、以色列等国则提供了雷达和电子系统。好，通过短片的介绍呢，我们算是看出来了，印度维克兰特号航母的国产建造呢，多亏国外合作伙伴们的鼎力相助啊。比方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特种钢啊，孟晨，这个航母所用的特种钢啊，它对技术方面的要求大概是什么样的？印度这次的一大成就呢，就是他自己搞了一个 DMR-249 的这个钢材体系啊。那么为什么印度会自己开始搞这个 DMR-249 呢？说白了就是跟俄罗斯人要买的时候，俄罗斯人开价太高。那么印度自己后面计算，如果说他进口俄制的 ABA、ABR 这两种钢的话，大概板材上面印度可能要比他国产的钢多花4到8倍。哇！如果是原钢的话，大概要多花2倍的钱。所以印度方面认为呢，他如果能够自己搞出18000吨的国产钢，那么从建造到维修的过程中，印度能够省200亿卢比。那么如果说印度方面突破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船用钢的问题之后，那么以后印度的造船当然也理论上讲会有国产的这种有效的钢来供应啊。这个是我们说印度方面认为这次获得的一个很大的成就。当然外部呢，你像比如俄罗斯也好，西方的一些媒体就认为这个印度这个 DMR-249 虽然号称是跟俄罗斯版本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承压能力呢，印度方面自己公布大概可能580到690，就是极限情况可能差不多，但是是不是能够普遍达到这个水准要打一个问号。那么会不会对未来这个战舰的安全性包括抗沉性造成影响，印度方面现在似乎已经是不太考虑了。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维克兰特号的动力系统。要知道航母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航母发动机的动力，对吧？这是航母的心脏啊。李老师，印度的这个航母发动机难道也是依赖其他国家的技术吗？我们都知道呢，现代海军的发展呢，现在的燃气轮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因为它的吨功率是非常大的，它的功率非常大，启动也非常快，然后的加速性能也非常好，操纵性也确实非常好。这些东西呢，是它的优点。一旦装上它以后，你要讲就是给它军舰提供强劲的心脏，可以保持高速的航行，这是它的非常大的优点。它的低速的性能相对来讲就要弱很多。但是燃气轮机的制造就跟航空发动机没有太大区别，它的要求非常高，尤其是它的叶片，它对温度的承受能力。像这样的话呢，就印度刚刚连国产的这种航母叫特种钢，它都还是勉勉强强能拿出来，那么是要造燃气轮机，
对印度来讲太勉为其难了，只能靠买了。但是感觉上这个燃气轮机并非达到了它的预期目的，它的吨就是它的功率实际上现在还不足以支持这种航母达到它的预期的这种航速，也就是它的功率还不到，尽管它装了四台，总体功率还应该是不够的。从这意义上来讲呢，我们看到最核心也就是心脏部分应该还是捏在外国人手上，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印度的航母外国的心啊。我们刚才聊的是维克兰特号航母上已经安装的这些设备，其实即便到现在这条航母都服役了，但是它身上有很多重要设备是缺失的，缺了哪些我们来看看短片。对于航空母舰来说，舰载雷达不仅担负着对海和对空警戒、引导舰空导弹和近防炮的任务，还要负责引导舰载机的着舰，是至关重要的传感器设施。印度发布的图片显示，维克兰特号目前缺少雷达系统。维克兰特号的主要武器装备有两座32单元巴拉克1和巴拉克8舰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在入役时也没有安装，因此维克兰特号的自卫火力目前仅有4座来自意大利的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4门来自俄罗斯的 AK-630 近防武器系统。好，刚才短片为我们介绍了维克兰特号的传感器和自卫的武器，虽然它已经正式入役了，但是呢，雷达和导弹发射装置这么重要的东西没装啊，这好像有点像一只猛虎，但是呢，它没有眼睛，也没有牙齿，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白老师你怎么看？他买这个雷达呢，2248是以色列做的雷达，那么这个雷达呢叫 MF Star， 那么什么意思？就是多功能的这个跟踪发现和制导雷达。那么这个雷达印度人很熟悉，为什么呢？印度的 P15A、P15B 两款加尔各答和另外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它的驱护舰上就装了这款雷达。但是我们想想，驱护舰上装的雷达装在航母上似乎有点小。那么这个雷达呢，我们说它的除了天线部分之外，它的这个下部的吨位就只有4吨。那么它的天线尺寸是3×3，但是美国的航母上的雷达的相控阵雷达的面积是6，就边长是6米，印度这个是3米，就更不用说它的功率啊，包括它的这种探测能力，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么对于印度来讲，选择这样一款雷达的唯一原因是，海军在它的驱护舰上装备这款雷达之后，对这个雷达比较熟悉。那么于是乎呢，印度方面就把这个雷达装到了航母上面，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它对航母来讲是不是功率不足啊，性能不够啊，其实说白了还是为了尽量的控制成本，加快速度。但是我们讲现在看到的就是雷达到现在为止没装上，也就是说印度人很有可能计划了很多，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也就是说这个可能需要一对比较好的眼睛，但是现在搞了俩小眼球。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在维克兰特号上面呢，这个导弹垂发装置啊好像没看见，这是怎么回事呢？李老师，对于航母来讲，按说呢，垂直发射的呢，并不是它的那种我们讲它的一种攻击手段，而是它一个必要的自卫手段。它用的也不是那种远射程的，我们讲反舰导弹式的那种大尺寸的大口径的那种反舰的那种垂发系统，它往往是就是我们讲的是近程的点防御式的近程防空导弹，这种东西作为现在来讲呢，是往往是必不可少的。那它没有装这个东西，那就说明它在这个问题上，它至少还没有达到它的预期效果。这个对于它的整个舰的安全性来讲，战斗性能来讲有非常大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点系统呢，我们必须要看得很清楚。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独立的装置，一个垂发系统放在那儿，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仅就研究这种火炮的控制系统，有中央控制的，有局部控制的，有各种各样的。那么怎么样在整个的中央系统统一控制下，能够及时对来袭的导弹做出迅速的反应，这一点并不是一句空谈。它现在连导弹都没有，预警系统它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印度离真正研究出一种现代化的军舰来讲，恐怕这条路对于他们来讲还是相当漫长的，或者说是相当曲折的。其实呢，已经服役的维克兰特号航母呢，不光缺少雷达，包括自卫的武器，作为航母关键战斗力的最重要的舰载机，印度方面到现在都没有确认最终的型号，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
2016年12月，印度海军宣布国产的光辉以及光辉 MK2 舰载型均超重，无法适应航母运作，将另行选择舰载机。在新机服役之前，维克兰特号仍将使用俄罗斯的米格29K。米格29K 目前是印度海军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上所搭载的舰载战斗机，但在服役过程中，印度海军对它的不满与日俱增。在2016年的一份报告中，印度政府批评米格29K 在发动机、机身和电传飞控系统方面都存在质量问题，有62%的发动机存在寿命不达标的缺陷。2019至2020年，有3架印度海军的米格29K 接连坠毁，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也许是对米格29K 实在不满意，印度发布的招标说明中称，主要竞争者为法国的阵风 M 和美国的超级大黄蜂。目前，阵风 M 和超级大黄蜂都已经在陆地完成了滑跃起飞测试。不过，机翼不能折叠的阵风 M 翼展为10.9米，无法使用维克兰特号宽度不足10米的升降机。超级大黄蜂主翼折叠后翼展仅为9.3米，但长度几乎达到升降机长度的极限。按操作规程，舰载机与舰体之间至少要保留1米的安全冗余距离，所以这两款战机上舰难度都很大。好，通过短片我们已经了解到，印度对俄产的米格29K 不满意啊，但是呢，他自己的国产光辉舰载机怎么样呢？被淘汰了。而法国的阵风 M 以及美国的超级大黄蜂有上舰的难度。那么说，难道已经服役的维克兰特号航母会陷入到没有舰载机可用的境地吗？印度将来将会选定哪种型号呢？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白老师。我个人觉得，其实米格29K 啊，虽然印度方面对它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啊，包括它的航程不足啊，认为它的航电系统不如美制的、法制的好，但是，那么我们说在印度的航母之上，它的助降系统、它的拦阻系统是完全俄制的。就是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出现俄罗斯人说你不买我的舰载机，我就不给你助降系统。那么印度人就会出现，我能向谁买呢？美国人是有，法国人是有，但是这两个国家能不能在短时间内给印度人提供？提供之后能不能整合到它航母上？这个问号要很多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最后很有可能我们能反过来的看到，印度人喊了很多年，先把米格29K 先装上，先凑合用的这种可能性，我个人觉得倒是很大的。那么如果除此之外呢，以印度人现在的资金情况来讲，可能 FA18 超级大黄蜂费是一个好选择，因为 FA18 的单位时间的这个使用成本相对来讲要低一些，这个可能也比较符合印度现在的经济情况。而且 FA18 我们知道非常成熟的舰载机了，非常成熟，它在使用的时候应该会比其他的这个型号的舰载机呢可能更适合印度方面。李老师怎么看？不好说，因为单从性能看 FA18 确确实实是一款非常成功的我们讲第三代舰载机，但是在三代机里头呢，它也属于低档机，它的性能本身的比方说制空作战能力应该是非常弱的，它的反舰能力相对的对地攻击能力反而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真正你要拿它来去制空的话，它即使在三代机的舰载机里，它都不是强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对于别人好的，对于印度来讲未必是合适的。就是 FA18 上舰了以后，它能不能够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实现它的作战任务，载油、载弹、作战半径、作战能力，行不行？还能不能发挥它原来预期的那种作战能力？这个又是个大大的问号。再有一个，我们讲它的所有的舰船的各种的设计都是源自于我们讲是考虑到米格29K， 那么包括它的升降机、它的几何尺寸、它的承载能力、升降能力都是围绕这来制定的。那么你给它换其他的东西，它能不能够承受得住？从这一项来讲，真正想跨到 FA18 甚至跨到阵风，恐怕对于印度海军来讲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对于印度来说呢，虽然选择看起来很多，但实际上呢，它真正选择一种特别适合自己的，而且最终完成舰载机在航母上面的部署呢，可能还有重要的一些路要走。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多个角度对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进行了解读。这艘被印度全国上下寄予厚望的航母虽然已经正式服役，但是从很多方面来看呢，仍然只是半成品，看起来所谓76%的国产化率也名不符实。不过呢，这并不妨碍印度继续发展国产航母的计划，因为印度方面已经宣布要在不久的将来开工建造亚洲首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维沙尔号。对于印度航母的进一步消息，我们仍将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到来，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